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断了？龟龟把猪人把杀猪了，杀杀了。了啊，然后他又在跟女生聊天，他已然经后不切讲画话，面去他干嘛接把电猪杀话。了？啊，就是他又在那边自己不专心呢、啊。不是我的麦刚断掉，我没有不谁专理心。你？谁理你？滚开！那要不要讲？你在说什么？好凶哦！讲。你说什么？滚开了，滚开了。好。啊、哦，一波三折。耶、yeah.。别再杀死猪了。这个是什么蚁人的造型呢、我感觉就是不，那我也个不知道，精英计划的路西欧哎。到处找呢。真的假的？还是那个什么？我只看他很最后帅，一我战。就拿下来。哦，哦，有了。打什么好呢？好了，是有。好了，突然。我也要盘点库存，耶！耶！耶！不知道在出什么，但我觉得我的题目应该是最好的，是什么意思啦？哇，好难哦！哇太难了吧！塞！哇，这个，我忘记它长什么样子。有什很么大限推时之类的吗？有，有5分钟，你旁边已经开始计时了。Oh my god！喂，哎，这个，我这很难哎、欸。我得超难的高低哦。我的好抽象。哎呀，然后要在白色的空间里面吗？还是怎样？你都可建以。筑物内就好啦。这好难，这真的好难，这我快不行了。一二三四，我连怎么开始我都不知道。为什么要开锁？怎么做啊？这个。希望看的人可以看。现在可以看到谁是你下一个？我已经不指望了。怎么看？现在是玩旧版，把这个东西给拿掉，对不一样继续匿名吗？对？对啊，觉得匿名比较有趣一点，你比较不知道谁看谁暗中在等。啊，好的，这一定会被误会，糟糕。哎，怎么样？没时间啦。有看得到哪这里的倒数？绝对猜不出来。不是，我觉得时间好少哦。哦，这绝对猜不出来了，烦呢、欸，算了。因为我可以开骂了吗？没文字的烂题目。怎么会是烂题目？怎么知道是谁超出烂！的？要怎么看知道谁出？开始会写，除非我们闭眼睛不要看。哦，我没有看了，因为我就是看到我就直接跑去改，我不知道谁改。哦，我改不完。完了，我一定会被误会。反正这7个字怎么可能全对啦？也是啊。
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？哇塞！啊，有够难。Oh no！ 我做的像智障。我盖不完。嗯。我已经放弃治疗了。六十秒。怎么办？我觉得这边怎么看都不像是那个地方，你知道？这样看起来。嗯。就是。完全看不出来是那个东西吧？我觉得，但是我无所谓了，我已经盖这么多个的。感觉了，我觉得做醉的事。哎、欸，我的叉叉还歪掉。哎呀，你是强制转移吗？还是完蛋了？强制转移吗？还是会强制？完了，我剩五秒。强制，强制，为什么要跳强制？再见。完了、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、啊？我掉了。然后我是要干嘛？七个字，我可以大概知道他盖一半的这件事情。嗯，要拿你的命名牌去命名那只猪。一样，不要把它打死。啊，这有时间限制吗？这没有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哦。这不对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个猜不出来啊，好难哦！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太难了！哎，我觉得我弄得很好吧？我在想，这个吧。嗯，这只能用直觉去猜了耶！我这个什么东西？然后我一样取名字，然后放到桌上。哎、欸，又见哦，又见猪哦。好，其实这个感觉蛮可爱的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应该是这样吧，不然我觉得后面那个感觉就是一个，你知道，就是可能是磁片之类的吧。太简单了，这一题我已经解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，这么简单啊？哇，啊，这个是谁猜的？看得到啊。哦 ，Lucy 耶，简单的吧。啊，那我这个有点，嗯，我这题一定是梅博出的。他、啊、为什么会是我？我闻到你的味道。那是我的味道啊！哎、欸。这种没有，哎，没有时间思考啊！哒哒，箱子在哪里啊？装饰类啊，箱子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好，不会太简单了。天哪、啊！
对啊，没有这种，没有这个，这样的话怎么办？我拿错了吗？怎么把水收起来啊？堵掉它！我靠，你那边到底发生什么？这里拿错了，可是也不是这个啊，怎么办？好像会太夸张。嗯，我怎么表现那个？啊，也是可以放一个。哎呀，欸，东西如果直接丢在地上会不见，对不对？不会，这版本的不会。哦，所以我如果想要暗示某样东西，我可以直接把那样东西丢在地上。对，如果把生物召唤出来，它会乱跑吗？不会，现在不会了，被黏住了。现在被黏住了，哇。那，假设，算了。我怎么乖乖让他面对我想要的方向嘞？没事，可以啊。大家再用。好，就这样编。哇，做的不错哦，可以。都这样子了，应该是不会啊，不会认为那个是，他一定会知道我的苦衷。嗯，我做的太精辟了，会不会太简单了？那我要怎么复制那样东西？中间。有啦，这样有啦。没有感觉到，跟题目就是完全就是很契合的样子。30秒，好了，是这样的。没有，可是我已经弄的是最好的。二一，哎，我啊 ，Good job！ 哎，这啥？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哦！这是什么？哇哦！耶！哇哦！哈哈哈！好有喜感！这什么东西呀？我知道这是谁。想要乱猜怎么办？我想乱猜，我不管。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啊，我好了，这太难了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谁给我这种抽象画、啊？想把他所有在这个画面里的东西都要写上去啊！有了七个字，这样不错吧？好厉害啊、哦！等我的，
剩你们。难哦，还要再盖一次，好痛苦哦。但这个字是不是有一点点难？哎，这个，我真的是不知道猜这是什么东西啊。七个字随便掰啊，你想到什么就什么，就是七个字把它填满就对了。你也可以后面加啊啊嗯嗯都可以。哎呦，好啊！等下还要七个字吗？对。Yeah。等下也要七个字。下一场可能变八个。那有人没有猜七个字吗？哇哦，难哦。下一场八个字吗？真假的？下一场二十个字好。哇靠！哇靠！写诗啊！谢谢豆内。不要吧。七言绝句。啊，二十个字直接五言绝句打出来啦。那也是哦。快点啊 ，Maber。嗯，就你了，就剩你。二三四五六七，还在数。哇！快啦，快啦，我们赶快结束这一场，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还要再盖一场。这我盖的好废。啊哟！哦，哇，这个就是啊！哇塞，天哪，这个我有自信。这个太简单了，这个太简单了吧 ？What the fuck？Oh my god！ 来得及做完吗？来得及吗？对啊。我的主题怎么都很接近啊？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啦？我就要盖这种东西吗？它这有食物类的哦，食物类我看到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会啦，简单。天哪，还没十二点。这样盖有失我的水准哎。就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盖出这种东西。对不对？但盖出来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失水准。母汤啊。我就是照着题目做啊。没办法。盖出这种东西，我真的觉得超级有失水准的。但是先把主要的盖完，免得那个时间不够。这可能是我历届以来盖过最无聊的东西。因为被变态，你觉得我的手好忙？因为我实在盖太好了，怎么办？盖太好被变态哦。稍微再抽象一点怎么样？这个没办法抽象，他就是讲这么鸡掰的东西，我就非得盖出这么，哦天哪！好了，我要怎么呈现年龄这个部分？啊，天哪！闭关神作，我没有办法想象你们进来以后看到的会想什么。啊，好难哦。好了，我再来怎么呈现国籍跟性别，不是性别，国籍跟年龄。天哪、啊！天啊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有那个英文字的牌子可以用？你说旗帜？可是你会用吗？那不好弄哦。你怎么骂他旗帜？旗帜。
对不起。哦，所以那外面那个是要设定的。对，你要会他的白发才有办法这样用。好像会没。那告示牌嘞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这个局啊，天哪！这是头发还是什么颜色？还剩几秒？干四十四秒！啊，天哪！对啊！啊！呜呼！刚刚好，对呀！啊！最后一台了！啊！这个我……哇塞！完了！要被谁猜我题目？我是不是要被黄标了？我要被黄标了！你也要被黄标了？好简单哦！什么东西？这好像猜，猜的这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的人现在换成这样，程序员痛了。好了。哎呦！耶、yeah! ！快的，快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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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这个太这个超级崩的，这个。我不管了，我要随便猜了，这个根本猜不出来。这是注意。哎，你们等下猜完进去以后不要按，我来按。好，我在面壁了。巴拉的巴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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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第一题，哦，是我的题目啊，这么快啊！0.00保险套，我还没盖完破掉了，破掉了，破掉了，哇！那要不要看我猜什么啊？猜什么？你猜什么？你要按啊！我按了哦。好。保险套穿戴教学。因为它看起来后面很像一个磁片呢、啊，我想说是不是有在练习？哈哈哈。不得那个包装的，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对，就不用包，不用弄膜啊，直接把膜拆掉啊，他膜已经破一半啦、啊，哎呦，聪明哦，哈哈，我忍耐的好辛苦哦，是啥、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还没，乖乖还没，啊，这个是我拆的啊，辛苦哦，这是我盖的，穿戴教学，这是你盖的，我觉得我很传神，屁呀、啊，还有什么？那上面这是什么东西？保险套啊，教学啊，哦，上哦。哦，那是个套，那个是个哦套，然后那个键，那是个对，对，然后是往下用下去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看起来就只像是用一个箭头在指着这个粉红色、嗯。没有，不是圆圈圈是什么？我想圆圈圈是什么？那才重点。哎、欸，不一样了啊！天哪！在脸红，他后面还有个表情符号。难怪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对不起，这个是我猜的。我刚想说奇怪，怎么会有人出这种题目？让我们也猜一下。这一整排都不行了，人漏少了一少了一格，这超难超难盖的啦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露西讲过的话啊。少了一个，这也太久以前，他早就不记得了。哎、欸，菜渣的声音嘞？
你没啊，我的肉少了一格。对啊，我好了，回来了，有了。等等哦，这是 Lucy 讲过的话。有，我的肉少了一格。哎，记得这句吗？没声音、啊，还是没声音？你是要很小声，很小声，很小声。你是用嘴边这一刻？看一下。对啊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